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这里就是江湖。再回去练练吧你。各路高手在此解锁武艺，只为决出最强者。我来会会你。好身手，敢问姑娘芳龄几何，家住何方？啊，等一下，我的台词还没有说完呢。哎，没有对手，真寂寞。爷爷，能和我玩一局吗？你？我竟然卖给了一个小孩。好好写作业，又在游戏厅里想玩，真是一小孩该来的地儿吗？看我怎么回这仇人！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就是江湖。您有一份时空邮件，请查收。这什么呀？我从未来买的宠物呀。未来的宠物？就这啊，这一点科技感也没有啊。喂，哎，等会儿，难道要做蜗牛大餐？你动它一下试试。行了，好可爱啊，我的天，再给你打扮打扮。啊，小蜗牛，走，看看带你玩。焗蜗牛，爆炒蜗牛，哦，蜗牛有这么多做法。喂，你自己挑一个，都不喜欢，哼，那我自由发挥吧。这货怎么什么都吃啊？我去！造反了你！烤着吃总行了吧？ Two hours later. 所以我的宠物到底去哪了？我说，那你可别生气啊！这吃货吃了烤箱，结果就变成这样了。我的小蜗牛啊！这就是我的世界，强者为王，跟你的世界完全不同。你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吗？假如蒙眼击剑有段位，青铜。王者。腹肌开瓶盖嘛，谁不会呀？别光说不练呢。瞧好了你们，我的腹肌呢？你是要表演肚腩开瓶盖吗？等我把腹肌找回来。3 weeks later.Yeah.
不是，你珍珠一口也没留给我啊。玛卡巴卡巴卡瓦卡米卡玛卡嗯玛卡巴卡巴巴雅卡米卡阿卡哦喊当阿卡小五被武魂殿追杀，正紧张紧张的时候，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干嘛？去帮忙！没事吧，小五？嗯，强弩莫使，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啊！来者何人？援军抵达战场，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不好意思啊，一帮乌合之众，吸血蛛刺，糟糕，交给我吧。嗨，这是什么武魂？机甲系武魂，又一个。吸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好的，哥。